上台前 DJ 細蘇偷食事件的女主角連美斯美士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，細蘇在事件曝光之後曾經要求她講大話，但是被她拒絕合作。他和細蘇老婆阿 wing 讲的版本和細蘇本人和阿 wing 讲的版本不同，所以細蘇叫他帮手呃阿 wing， 想用大话冚大话。美时就说觉得細蘇份人很有问题，根本从来没有对阿 wing 坦白，没有讲过真话，不肯承担责任，只是想继续维持他好男人的形象。美时就认为阿 wing 要原谅細蘇先要知道个事实。他又揭露和細蘇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承受不到情绪困扰，而他和細蘇一起之前，他和老公已经有问题，当时正在协调当中。他又说曾经因为和細蘇的事有过自杀的念头。他亦都逐一回应被网民数他的四宗罪，否认自己扮冇老公，硬销性感，亦都否认利用女女吸 like， 同埋用淘宝货当贵货卖。